Hello， 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风达与巨象，我是老头，今天继续我们的第十一只巨象跟第十二只巨象啦！啊，来骷髅快点！啊，赶时间啊，赶时间啊！哎呦，感觉好像是这里了哦，有往这边绕的感觉。哇，可是这边被石头挡住了。不是吧？最好是这我过得去哈，好吧，看来是要我这么转身了，这样子我们跟我们的奥古罗就要分开了，没关系，慢慢来，忍耐，我们必须忍耐，来，我们到了这边来了，阿古罗再见，看来我们没办法靠阿古罗战斗了。哦，会不会我们家立个怒吼？阿古罗，你这个王八蛋，给我过来！哦，然后他就瞬间移动了。等一下，我要不要跳下去啊？重点，这边转弯爬过来，难不成？啊，完蛋了！我以为我死定了。难不成要跳这个地方？不是吧？等一下，你这个爬到底是什么意思的？往上爬吗？也不对吧？我们跳下去就死掉了。他这里跟之前打那只水中的那一只应该是没有关联性吧？应该是场地不一样，对不对？我看一下啊，对，场地不同。那这只巨象应该就在这里了，我猜啦。啊，如果再没有怎么办？再没有我就没办法啦！哎呀，我觉得这个地洞很可疑哦，我倒觉得它是很可疑的。你看它是指下方，没错啦。我们第十一只巨象在这边啊，我看到了前面有路。你们有没有看到右边？右边有下坡，我们要从那边下去啊！哇，终于找到了！我天啊，终于啊，有没有？在这个地方啊，毫不起眼。啊，我们要放生阿古罗了。抱歉，阿古罗，我们要这样走。喂 ，Oh my god！ 我们这样子，这种方式跳下来，会不会直接摔死啊？如果刚刚从这个地方然后跳下来，然后用大跳跃的话，我觉得应该会摔死。哦，还好我们下来了。我们先游到岸边吧，游到这里。哦耶！我看到了，有没有？前面红红的，火红的神殿，火红的神殿。哦，也有各位兄弟们在上面留言跟我讲说，哎，打巨象之前呢，先举起你的光剑，看看四周它的弱点，先确认再爬它身上会比较好打。好的，待会我们就直接确认一下哈。哎，啊，这里是要怎么走？这里是要走这里吗？这里可以往上爬？不行吧？它这里的路口。这里的墙壁绝对是爬不上去的啊！我吓我一跳，我以为不对啊，我要重走了。哎呀，洗吧！我走那边看看好了，不管了，我要走这里。这边有没有路可以走啊？应该有，我觉得从这边后面往上绕，有没有？感觉得出来，有没有？嘿，我是不是超强的啊？我好聪明啊！到了火红的神殿，我记得多尔明说这是火红的神殿。那巨像在哪里啊？哎呦，到了，巨像呢？哦，是什么声音？
哇，好小只哦！这只巨虾好小一只哦，好好笑哦！我要拍照。哦，我，哇塞！一开始就敲我是怎样？等下知道怎么打。我先下去喽，他会不会跟来？哎，这家伙会不会跟来啊？哎，他不跟来嘞。这家伙的攻略法怎么攻略啊？嫩，他干嘛？他干嘛？难不成他跳过来？哇，看起来好开心哦，这样子。所以说，这到底要怎么打啊？这里也没有任何机关可以弄它，一定有什么方法，我觉得一定有什么方法。哎呀，弱点到底在哪里啊？这叫的弱点到底在哪里啊？哦。跟你拼啊！让他去撞那个，我加，哎靠腰没有用，我还是被撞了。哎，醒来啊！醒来啦！斗牛士哎，斗牛大哥，干不行不行不行，哈哈哈！我知道了，我要冲出去。我一直被撞就跑了啊！大家没办法靠近了吧？来呀、啊，来呀、啊，嫩逼！来呀、啊，来呀、啊！利用火盆，火盆是不是？火盆，火盆有什么用啊？没用啊！火盆，射火盆，靠北啊！射什么火盆？哎呀！你现在给的提示也太模棱两可了吧？火盆，好好，我来火盆，我来火盆。还是这个火盆，不是这个啊 ！Jump， 哦，从侧面跳上去啦！来啊，撞我啊！喂，真的嘞！哎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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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火，有火把！Oh my god！ 没有火了，没有火了，没有火的火把能做什么？啊、我跟你讲，别过来哦，我身上有火、哦，这样子吗？干，拿火把能干嘛啦？啊！哇，我刚刚超自然震动了，超自然震动，有没有看见？点火时间，我有火、哦，林北有火，林北有火，我跟你讲，我有火 哦， 哦，他会怕火哎、欸，哎、欸，抓真小，来啊来啊来啊，哎、欸、干、欸、什么？我有火、哦，你给我最好从那边下去哦，光头王是不是？啊，你光头王是不是？啊，不是很强啊，对不起。啊不是很厉害，啊不是很强，啊，哦哟，从上面跳下去了，盔甲掉了，我们知道弱点在哪里了。来来来来，翻山越岭，
就是要弄死你，完蛋了，我觉得我好像要死掉了。快点换刀，换刀！哇哇哇哇哇哇哇！换刀，换刀！我完没办法换武器啊！哎，哎哎，按住！我要怎么换武器？重点，完他一直跑，他一直跑。哦，哎，我要怎么换？哎呀，现在才能换，真的是很靠北。一定要落地才能换啦，那个火把很机杼呢。没关系，我上来了。来呀、啊，来呀、啊！不要甩，不要甩，不要甩了！让我来终结你！哇，他太小只了啦，动作太敏捷了，太敏捷，太敏捷了！哇，怎么办？没有什么方法吗？我就没办法攻击他哎、欸！有啦，这样是插得到啦，要快一点而已啊！不要再甩啦！可恶，我觉得应该硬上好，硬上好了。不要蓄气了，直接硬插。他连硬插都不给我硬插、啊，快点快点，快点快点快快，快点快点，哈哈哈哈！哎，我受够啦！不行啦，没有蓄气，没伤害啊！哎呦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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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那个时间间隔很短，你要抓得很准确。可恶可恶，又错过了，根本在斗牛哎、欸，有没有？哎呦耶！来呀、啊、来呀、啊！哎、欸欸欸欸，不行不行，刚刚力气太小了，插不下去。Oh my god！又没体力了，啊，被甩下来了，我放弃，先回一下体力吧。Hello，Hello，哦，我要掉下去了，救命啊！我的脚，嗨，你好。再来一次。哎，可恶！被甩下来了。有 ，Oh yeah！ 大概在两下吧，超难铲。哎嘿嘿嘿嘿！我要从高速跳下来攻击。刚刚好几次都失败，再一次。怎么没有？不管了，我还是不会用什么跳下来攻击啦，根本砍不到，好不好？哎呀，不要歹戏拖棚了，不要歹戏拖棚了，快点去吧！哎呀，不让我按啦！去死！好烦啊 ！No！No！ 超会咬，好，我放弃，再一次。
我砍没砍到，砍到头啊！有了有了，侧劈一下倒了。哦，怎么难打啊，大哥？去了。结束了啊！第十一位观众出现了。第十一位观众，哇！我现在被一堆黑人围观呢，感谢围观。好，下一个，第十二支呢？下个对手，漂浮在湖面上的乐园，有阵雷电却沉静。通往高台的移动式桥梁哪里啊？九弯十八拐，我的头晕了。哦，这边绿意盎然，这是跟我们刚刚来的地方一模一样啊，是不是？难道说这是第十二只巨象的据点？我们那时候刚开始就先过来这边了。哇，绕一大圈，没关系，至少我们知道第十二只巨象的位置，所以说我们应该很快就可以找得到了吧，是吧？我们又回来喽，哦耶！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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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出国比赛啊，果然是这个方向。快点快点！快点啊！我下来了，好，这边就直接跳过去就好了。我们的阿古罗在那边休息，他领便当了，被我杀来吃的。你不要跟我讲说不是这里哦，我又来这边第二次了哦。啊，我会生气哦。啊，明明就是这里，别再装了。哎、啊，真的哦，有了有了，哎呦，苍龙吗？哦，动了动了动了，出来了出来了，这要怎么打、啊？重点，苍龙大哥，这是苍龙大哥吗？哦呦喂啊！哎呀，上面那个会发光的是什么东西啊？哇，这只好酷哦！这只超酷的，拍个照。哦，它没有眼睛呢，它眼睛在哪里啊？哇，这要怎么打啊？哦，哇，这样不太行吧？你这样不优哦。这样不优哦！冲啊！我游到你身上！我靠！要在水中，在水中还会被射啊！哦，这边感觉像是可以一个可以往上爬的一个平台，有没有？完蛋了！可以爬吗？不行。他这样就射不到我了吧？对啊，这样的确射不到我。我觉得我应该要去前面那个比较高的地方，想办法从上面跳过去啊，或者是从后面，有没有？我觉得不是从上面，就是从后面了。好，我们走后面好了，后面那也感觉不错。乱！完了，我觉得他要射我了。
我觉得走这边比较好，右边那边太远了，一定会先被他攻击一波。不要潜水，潜水攻。哎，潜水真的没事哎。哎呀，原来潜水就没事了，太好了。而且潜水他好像找不到我的样子，真的哎。哎呀，屁呀、啊、屁呀、啊、屁啦、啊、屁啦、啊！我躲，这不能爬。Hello， 而且说只要潜水就好了，潜水可以绕他的背后，反正潜水他看不到嘛，无法瞄准巨象的要害。这样下去啊，那你要我怎样嘛？你根本又是有讲跟没讲一样啊！直接绕背，哎呦哎，我好像快绕到后面去了，他有点转不过我的那个速度啊！有有有有有有有，我快成功了，我快成功了，我上来了，先呼吸一下，有嘞，我上来了。哦耶！别再甩，别再甩了。我上来了、欸，耶、yeah ！他落点在哪里啊？不让我照。哦！哦，快下去了。他落点在头上吧，对不对？不然怎么一直往上啊？哎呀呀呀！哦耶！这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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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个我记得这是要攻击，对不对？哎，真的哎！我敲死你的小毛蛋，敲死你！敲你的牙齿，那是牙齿吗？哦，左摆右摆。前往更高处。哦，这可以控制他们的移动啊。哦，然后我才有办法跳到这个平台上面。哎呦，好酷的设计哦！往右边，往右边。耶、yeah, ，我上来了。可是我这样子还是没办法对他做伤害啊。重点。哇！我的天哪、啊！好好，我懂了。然后再爬爬这里，是不是？哇！录一下重来，他的弱点应该在他的肚子那个胸前那颗心脏，我觉得那应该是他的弱点。好，我尽量，我大概知道怎么打了。我知道你的弱点在哪里了，这小王八蛋！快快快快快！快快快快快！快快快快快！撑住！哎呦喂呀！给我前进哦！完了，好远哦，往这边走。对对对对对对，再给我右边一点，小王八蛋。右边，有了，又上来了。哦哦哦哦呦喂呀！这时候他就会起来。起来了之后呢，你就可以攻击他，他的胸前，是这样吧？落点在哪？哦，看到了，等下再说。发现要害，哇、哦！插下去，再一下，
嘿嘿。哦呦，要掉下去了！大概两次就可以把它解决掉了。喂，怎么了？哇，把它弄爆了！没关系啊，反正我快把你杀掉了。这个弄爆没什么吧？还有两座呢，是吧？嗯，啊，怎么 BGM 变那么小声？我死了？好，没有。继续，继续。我会被他用这个手臂，我会被他这个被他这个手背给夹死啊！哎、欸，他动作是不是变快了？我完全没有办法跟上绕到背后的速度、欸，哎，是我错觉吗？哦，应该是我错觉，因为我已经快要到他背后了。哟，谁密我？很会挑时间，等我一下，抱歉。继续，我跳，我跳，好，我们快到上面了，好，我们就往前走就好了，往前走，往前走，哇哦，很生气啊，这个，往右边。这个往右边转，继续往右边转，往前，听话听话，这好像他们，这好像他上排牙齿的感觉啊！哎，哎，哎呀，敲错边了！哎，为什么都要敲那里？这里啊？有了、哦，呼甲，最后一次了。他应该不会那么笨，然后再爬上来让我戳吧？好吧，他果然是很笨的。又来，又来，又来了，笨蛋！哦耶，最后一下了吗 ？Yes。赢了，赢了，大赢家，无踪雷鸣，解决掉了，赢了，耶！第十二次巨象结束了，打好久、哦，天啊！哎、欸，阿总不吸我，阿总跑去那边，我想说他不想，我还想说他。他喜新厌旧要换口味了嘞、欸！哇，第十二只解决了！哎、欸，怎么不一样了？这是哪里？为什么是在森林以外啊？哦，这些人是谁？好多人哦，好多人哦。这些人是我的伙伴吗？哇，终于有我跟那个女主角另外的人了。不然的话都是我跟他而已，然后还一匹马这样子。这是谁？哎呦，戴面具耶，奇驱族，奇面族。好像那个魔物猎人的奇面族有没有？在不远处了，他们来了。这些人是不是要为了阻止我去杀这些巨象，然后才赶过来的这样子？我觉得是哦，阻止我去解放多尔明。第十二只，哇，我有十二个观众啊，全部又来围观了，好多黑人啊，爆了 ！Oh yeah！哇，这样子的话，明天再后天就没了、欸，结束了，太棒了！啊，多尔敏，有什么话要说吗？
我已经弄了12只了，你觉得厉不厉害？广大的沙漠，漂浮于天空中的巨大轨迹。哦，又是一个很像蛇的。你并不孤单。哦，意思说有伙伴会帮忙，是不是？阿古罗飞起来变飞天小马这样，所以我并不孤单。啊，我已经想好剧情了。好吧，好啦，我们今天这两只巨象也解决掉了。哦，终于可以结束这一集了。那么我们下一集跟后面的那一集就准备要结束这个系列啦，感谢各位今天收看。如果喜欢鬼片呢，左下角个订阅，右下角个喜欢，下方留言。我是老头，我们下一集汪导与巨象再见啦，拜拜。